放东它吧，还腌吗？不腌了吧。酱鸡肝儿，我说进屋咋这么香呢？我们家又炖牛肉了。哎呀，好香啊！没买那个小辣椒。今天外头可冷了。冷。昨天多暖和啊！变天了，要不都感冒呢。要下雪还是要下雨啊？你说这阴一天。没在掉一点儿，我回来才告诉你掉一点。哎，这个窗帘真小啊！嗯。哎呀，紫的、白的、粉的。我去割点小土豆，说不定快点吃吧，不少呢。嗯，还有呢。不少呢，大呢。嗯，那呗。瞅瞅我们家这伙食，有汤，有肉，有蔬菜，鸡肝、鸡蛋、西兰花，就等着小柳同志回来，我们就开饭。你也太折磨人了。咋了？我闻了半天，你才回来。哇，这么硬菜！闻了半天牛肉了，就不敢上桌呀。还冷。你爸。啊。你这怎么减肥呀、啊？是不是吃牛肉没事儿？是不是怎么减？吃牛肉没事儿。洗手色。那。也少啊。够了。够了吧？不够吗？不够。我和我姑娘昨天吃这玩意儿。嗯。你。嗯，这辣椒也辣。嗯，吃点牛肉，牛肉可香了。今天啥？再给你点饭。我不吃。哎，吃点吧，别光吃牛肉。我妈刚骂我了，听到了吗？哎，这皮辣椒为什么带皮呀、啊，妈？大辣椒嘛，没有小辣椒。我不愿意吃这样的辣椒。那不吃吧，就蟹蟹味儿。哎呀，太香了。妈妈吃点牛肉，你爸多残忍，让俺们在这闻半个小时牛肉啊！那我姑娘没动啊？你那就没动，我不让上脚拿捏的。拉倒吧！啊，鸡蛋你没吃饭吗？鸡蛋怎么还这么多？我吃了吗？我忘了，我还喝了，我喝了一个牛奶，吃了一个茶蛋。那我姑娘呢？她吃了。她吃饭了。哎呀妈呀！你别提了，俺俩睡过头子了。闹钟定的6:15的，我差10分钟是7点起来的。我妈没抓住呢。没有，起来辣皮了糊了的，没迟到反倒哈姑娘。那送情感就废了。那也没有，正好7:30到的，是不姑娘？那小飞车柔柔的。你这最快再快能顶到底能十五迈？20迈？20迈有没有？得亏家近一点。这让他服了。嗯。咱家的菜花是最下作的，他满满一盘就没了。嗯，我愿意吃。不吃点西兰花、啊？每次做都没那啥，我没剩下过。对。但西兰花他们说炒着吃，我觉得炒着没这个好吃。我也觉得这样吃。菜花炒着吃行。那白色的花，嗯，我不爱吃。嗯，就是有机的和不是有机的，就有机的它是松散的那种好吃。我姐家总做。那白色的我就不愿意吃。嗯，不是，你那一肠子真的好吃，炒完了。就是有那个紧实的那个不太好吃。我们单位都能尝着菜花，我都不敢。这样子多好吃，简简单单蘸酱油，是吧？嗯。是不是呀？两个大。这你家小小裙子我还不敢。你应该全占，你都不敢吧？你敢？你咋拉？你看我都没事儿。嗯，挺着，挺住了啊。我没事儿。嗯。你占了吗？
今天牛肉下锅啊。里面真好吃，找不着了，太少了。咱们下回做酱圆葱。它就没有那个味儿了。多放点圆葱好吃。牛肉接味儿。这是蓝莓吗？好像是蓝莓味儿的。像是。